看一下，下边是一部分，哎，你要给它分辨出来两部分，看到没有？什么意思呢？你看我画上面这个，感觉像画了一个小喇叭，啊，像画了一个小碗儿一样，对吧？所以画牡丹花、学牡丹花，要首先认清楚它碗状的一个结构，这个感觉。那我们下边这个部分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我们这个牡丹花啊，它生长的时候啊，上边长长着，有一开始长开的，对不对？哎，这种大的花瓣最早开始长的啊，它可能会啊往下边垂，对不对？往下边垂，这个花瓣就是我们下半部分，明白吧？啊，老师，这个是点读法吗？木木兮兮同学啊，老师这个方法啊，融合了很多啊，什么点读法也好，你说的啊，什么切瓣法也好，都有。老师这个方法已经不再去计较他用什么方法了，就是注意一点，碗状结构，然后呢，墨色的浓淡相间对比，反衬出来它的一个花瓣的层次感。那个切瓣牡丹，我特别不建议大家去学，因为那个东西很匠气。你看名家画牡丹，有谁画切瓣牡丹的？没有人画那个东西，对吧？那个东西是一个，比较容易学，也特别好出效果的一个东西，但是，不耐看。说实在话，就是一眼看上去特别惊艳的作品，你往往不耐看，啊，往往不耐看，那个花瓣层次感特别分明。啊，我们大鹏的老师都是正儿八经科班出身的学院派，我们教给大家的也绝对不会在政治课中教大家那种话。但是如果你们需要想学，我们体验课就有咱们的老师教大家画这种，对吧？什么样都有，什么样风格都能够学，都能够教。同学们，只要你需要，我们都满足大家，对吧？好，那这是牡丹花，下边这个小的，哎呦，太简单了。其实我就画了一个碗儿就可以了，明白吗？中间这个花心啊，它是花蕊，是吧？里边是花房，给它包起来。你想象一下啊，从中间开始往两边长，哎呀，一个一个的，是吧？大大小小开始长，然后这里边这个花瓣开始把它往里边包，对不对？慢慢的，慢慢的给它长出来。你看，花蕊在中间啊。哎，有的长开了，哎呦，大了！你看，这个牡丹花不就是这么的，慢慢的给它画出来了吗？对吧？你看老师啊，哎，不用我自己特别擅长的画笔，我用鼠标去画，也能够画出来一个样子。所以要学一个东西，先了解它的结构，先认清楚它的一个结构，我们画的时候就心中有数，也就能够手到擒来。那叶子呢？你看一下啊，这个叶子。是吧？都是大小、浓淡、疏密都有。记住我刚才说那几个词儿：大小、浓淡、疏密。然后不管是叶子还是花头，再记住一个词儿，叫做参差不齐。什么意思呢？你看老师画这个花头啊，整体上是一个圆的，但是仔细往里边细瞧，哎呦，起起伏伏，外轮廓啊，你看这种参差不齐、起伏不定的。这种锯齿感出来了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的叶子呢？你看，哎，三叉九顶这个很明显，对吧？然后开始往下边，哎呦，开始啊成一堆啊，成一个组合出来了。你看，这是一组一大片啊，但是有浓有淡，对吧？下边这个呢又是一组，又出来了。好，你看啊，什么叫做参差不齐啊？这个就叫做参差不齐。是吧？最右边的这个小的分支啊，还没有开放的，有这个小花苞的，哎，这个也是，你看，对吧？外轮廓啊，参差不齐，小花头也是一样，看到没有？好，那我们这个花这个构图怎么来的？你看啊，一个，两个啊，这边呢还有，是吧？哎，我这个花，我这个构图是这么来的，看到没有啊？它是这么给它长的。哎，你看啊，整个的造型跟构图上面，我再加一个小蝴蝶，对吧？哎，出来，然后右上角落款，这个画，这个构图才会舒服，才会舒服啊！你看，老师创作这个作品的时候，构图是这么来的。
所以大家呢有很多的知识需要学习，对吧？左上角这个地方有一个压脚章，压脚啊，给它呢平衡画面。你看，我们这么一梳理，同学们是不是在没画之前你觉得特别难？哎呦，看起来特别的带劲，是吧？我特别想画，就是不知道怎么画。我这么一说，一梳理，你一定能听懂，也一定会觉得没那么难了。那我们接下来把画面切换一下，同学们，你跟着啊，三十老师啊，老师以前有一个名字叫大潘老师啊，都一样，都是一个人啊。你跟着我，接下来咱试一试，来，啊，首先我们画什么？先画花头，然后再画叶子。啊，当然，你画叶子之前，你可以先把枝茎加上也行。这个画完花头之后，是先画叶子还是先画枝茎，这个都可以。那这个都可以，大家不用特别计较这个东西，你画哪个都行。来，咱花头是蓝色的，什么蓝色啊？太青蓝，拿出来一个。太青蓝，然后呢，我们啊用一个大白云。是吧？大的尖毫毛笔，你跟着我调这个颜色，咱画画试试看啊！来，拿过来。所以啊，学画画第一个不能心浮气躁，尤其是学国画，很多同学一来听体验课，老师，哎呦，这个时间就只有1个小时，你别说了，你别讲了，你赶紧给我画吧，是吧？我就想看你画的怎么样，老师画的怎么样，这个不重要，重要是你们能不能学到东西，能不能学到听到有用的知识。对不对？而不是依葫芦画瓢，老师画一笔，你跟着老师再画一笔，画完一节课、两节课、体验课啊，咱不成体系，你听了18节课也没用，那咱串不到一块去，没有一个啊成体系、成架构的这么一个知识体系，供大家去理解、去温习。体验课咱一般没有回放啊，所以你看，你要想学，还得慢慢的从我们的正式课开始学。是吧？来看这个画面啊，很完整，对不对？这么完整的一个画面，咱看一下，老师这个花头怎么去找？你看老师这个左上角这个小画，这儿有一个十字线，你自己啊心中有数，咱不用画出来。看一下，这个花头在这儿，在这儿啊，有多大？就跟大潘老师、三十老师的啊这个小拳头一样大，差不多。在这个地方啊，你可以用铅笔。简单的打一个圆，在这个地方，在这个地方啊，你简单的打一个小圆，不要影响到我们自己的画面就行。老师画的，你看你都看不到，对不对？然后在这个地方的一个中间偏右下角的一个地方，中间啊，这中心点，对不对？往右下偏一点儿，一个小花头在这儿呢。哎，你画一个圆去代替它。上边一个，下边一个，好，这个两个花头的位置找到了，对不对？来，咱可以把这个枝茎的穿插的关系用铅笔简单找一找。你看啊，咱花鸟画还是这个 山水画啊，甚至说是人物画，同学们，你们都可以用这种方法去给它起形。是的，你们没有听错，不要觉得老师看老师画花鸟画山水。直接下笔去画啊，可能看老师画人物画的时候，哎，简单起起形，对吧？你看咱们老师啊，人物老师、山水老师、花鸟老师，好像画的方法不一样，但是一开始学，你都可以用铅笔或木炭条起形。咱把构图搞好了，你这个画至少大的画面观感不会有什么问题。你看啊，大的花头、小的花头，啊，穿枝引茎，老师这个铅笔可以忽略不计。我给你们比划一下，你能听懂、能看明白、觉得有用就可以了。然后老师就直接拿毛笔开始画，咱看调颜色。那这个蓝色的花头，我先从哪开始画呢？先从咱碗状的一个上半部分这个碗开始画。我先从中间这个地方开始画，中间啊，来，我笔尖去调这个太青蓝。太青蓝，我这个毛笔调完了这个太青蓝之后啊，你在这个纸上，生宣纸上试一下。你看，我是不是这个笔尖是浓一点的，后边是浅淡的？是的话，你再下毛笔。这个颜色一开始我调的浅淡一些，咱调的浅淡一些啊，笔尖去调，去这么给它蘸那么一个浓色就行。看到没有？好，来，我把画面近一点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的位置大小，对不对？它的一个穿插跟结构，我们刚才基本上啊。
大概都找到了，就在这儿，是吧？你看，我开始从中间这里开始下笔，我先把中间这个小碗儿最里边啊，包着那个花蕊那个地方画出来，在这儿，我先下去一笔，自然下笔啊，在这儿一笔，再补上一笔小一点的。你看一下啊，就这么一个下边尖尖的，上边呢稍微宽一点的这么一个小花瓣儿，咱先给它画出来。好，第一笔啊，第一笔是两笔，一大一小拼成的，这么一个像个小三角似的，对吧？然后呢，你慢慢的往这个啊两边去加，去加。我加什么呢？在上边啊，稍微的高一点，高一点，往里边。往里边给它稍微的哎拉一下，往它往里边包，然后我再在下边啊再来上一笔，在这儿再往里边包，你看一下啊，中间两边对不对？老师不用太白吗？不用，咱不用啊，不用太白，我就用这个太青蓝，然后待会儿可能会用一点花青，花青啊这个东西。好，那往下边去画，我这个地方，我待会儿我要画这个花蕊的、花心的，对吧？我现在要想往里边再去画吗？不用，我继续往它的一个上下两边去加，加这个啊，盛开的，啊，张开的这么一个弧度，弧度，这个颜色我是建议大家要浅淡一点，别太重。你看我这个颜色没特别重啊，开始往下边走了，来，大一点。大一点笔触啊，一笔，两笔，哎，加过来。好，你看啊，这个颜色感觉一般般吧，是吧？中等偏淡一点，这么一个感觉。好，我把这个地方画完之后，我开始笔尖去调一个浓重点的颜色啊。我需要用这个太青蓝，在这个旧基上，我加一点这个花青笔尖啊，我去蘸点花青过来。好，然后呢，我往下边去画，去画画什么呢？我就在这个啊画完的第一层，第一层啊，这里边待会儿要成一个小碗儿，这么一个感觉啊，但是并不特别拘谨和刻意啊。我在这个上边最浅淡的一个地方啊，我用这个笔尖的一个花青跟太青蓝混合的一个颜色，我给它压下去，把毛笔压下去啊，用这个笔尖的重色跟这个第一遍。笔肚、笔根儿的浅色，我形成一个对比。你看啊，从这里边压下去，看到没有？压下去，你看我这个重色有了，前边的浅色有了，这两个对比，它就能出来层次感，层次感。但是呢，很微妙，很微妙，并不拘谨。然后我在这个基础之上，我开始往这个周围去找这种包裹的感觉，但是。很微妙，很微妙啊！用点都法随意的点染，一个大点儿，一个小点儿，然后慢慢的往它的上边去走。走的过程，你要慢慢的啊，找到一个规律，就是里边的感觉点很多，很碎，碎的一个花瓣啊，越往外走，越往这个周围去走，可能你这个笔触就越大。花瓣的感觉呢，就更加的整一点，没那么碎了，啊，这是里边密集很琐碎，外轮廓比较的整体概括，这么一个变化啊。您看，我开始小一点，看到没有？小一点啊，一笔，我上面我再来一个，哎，再小一点，好，慢慢的我开始往上面走，哎，我大一点，大一点。看到没有啊？把毛笔压下去，然后给它稍微的搓揉一下。哎，我这个地方再过来，再大一点。你看啊，我就是笔尖这个花青色了，可能里边有这个花青色比太青蓝，看起来要稍微的黑一点啊，稍微的浑浊一些感觉。你看我这个颜色啊，过来，你看，对吧？我跟这个浅色的部分花瓣之间有对比。它就能出来一个层次感的一个对比，是吧？然后我待会儿画多了之后，这个花瓣之间的所谓的层次感，它就能够出来，
但是呢，绝对不是永远都这种啊切瓣的感觉。开始点了啊，你看，咱开始点，来笔尖啊，咱去调点这个太青蓝笔尖啊，重一点的。来，我们慢慢开始画啊，画着画着，上边这个、里边这个啊，碗里边的重色，它会比这个第一遍、第一道啊这个浅色要重一些，重一些。来，开始找，慢慢的呢往上边去画，那个啊，开始加，然后我们最上边这个地方啊，最上边。啊，咱画一个大的花瓣，开始往上边开始撇了，开始撇了啊，这个地方，两笔加上去，看到没有？然后往下边开始加一笔小一点的，哎，你看有大的，咱就得来一笔小一点的，错开，再往下，哎，这边再来上一个，开始往外边去画，啊，这可能是一两笔、两三笔。形成的一个花瓣，形成一个花瓣，然后呢，往下边再去加的时候，可能这个用笔会稍微的小一点儿，碎一点儿，对吧？再来，你看啊，笔尖我都是用太青蓝或花青去加。开始大一点的花瓣出来，对吧？好，慢慢的我开始往下边走，往下边啊。这个时候我这个花头啊，要注意到一个地方，就是它的一个参差不齐的一个感觉，就是外轮廓是参差不齐的外轮廓啊。然后我这个感觉可能有点圆，哎，我往前边稍微的，是吧？再加上一层，加一层，这个参差不齐的感觉会更加明显一点。然后下边。下边啊，咱上半部分我们基本上给它画的差不多，对不对？往下边找，找这个地方啊。你看，浅淡的部分的一个花瓣，我往远处看啊，可能近的看，哎，出来这个效果不是特别明显。往下边去画，咱画我们的一个碗状的下半部分，在这儿。可能两三笔。对吧？两三笔加上去之后，出来一个大一点的。哎，你再来，是吧？再来，哎，你看啊，一半一半，一笔两笔三笔，每一个花瓣大小都有些不同。然后从外向里压下去毛笔，抬起来。啊，这个可能压下去的毛笔抬起来一点儿，对吧？你给它很灵活的。这个毛笔在你的手上，一定不要特别拘谨啊！一定不要特别拘谨。从外向里啊，层次感出来。大的花瓣的感觉啊，一定要给它画出来。然后呢，我这个大感觉出来之后，感觉哎呦，效果还不明显。我这个时候就需要去着重的把里边这个重色的部位给它凸显出来。这个重色的部分，我就是开始用花青了。花青啊，把这一层一沿的感觉，我给它一定要找到。笔尖啊，你笔尖去蘸点花青，给它压下去啊，把这里边。就是在这个花瓣跟花瓣之间啊，浅色的呢，你靠这个重色，你给它压下去，找到这个大的一个花心的感觉。因为待会儿啊，我要在这里边啊，这个地方，我要开始点这个花蕊。你要是这个颜色压不下去的话，可能这个花蕊的效果就出不来了，就出不来了啊。所以我这一块是重的，下边这一点呢是浅淡的，啊，是浅淡的这么一个感觉啊。你要把它给它画出来，这边我要再加一半，
加一半啊，让这种啊参差不齐的感觉，哎，我再强烈一点，你看，看到没有？啊，下边这个呢，可能再大一点儿。笔尖来点重色啊，你看，都是靠笔尖很微妙的给它凸显出来。平时啊，大家我建议你们啊，有机会有这个条件的同学，多去这个公园里边，对吧？多去植物园里边，咱去看，你看这个牡丹花的花头，它的一个结构跟样子，你感觉老师好像哎呀东一笔西一笔的，哎呦老师你怎么就知道我在，你应该在那儿去加上一笔重色呢？因为平时老师看的多了，对吧？哎，我看的多了，我见的多了，我观察得当方法，是吧？而且我也主动的去总结一些东西，我才能够啊分辨的出来，我这个碗状的结构绝对不是很死板的那种，哎呀特别明显明确，但是我能够隐约中感受出来那种碗状的一个结构，这个就可以了。这个里边稍微的低一点，就是往下边，哎，我再给它重一点，接一下啊，这里边这种感觉慢慢的就能够出来。好，这是我们的一个大的花头啊。同学们，你们刚才如果有在跟着我去画的话，肯定，哎呦，肯定咱画出来一个效果啊，或感觉啊，不是说特别的生动那种啊，你这个结构可能找不清楚的，对吧？越是这种很模糊的啊，感觉这个花瓣之间啊层次感没有那么的明显的，越是不好画。没关系啊，我们把这个花头第一个上边部分重一点，里边这个啊重一点，给它做到位。第二个呢，我们下半部分这一片是吧浅一点，给它体现到位。然后第三个就是外轮廓参差不齐，你看有小豁口有大豁口，对吧？哎，找到。然后里边感觉很细碎很碎啊，外边呢感觉很大，我那个毛笔压下去压得非常的厉害，转一下拧一下出来这个效果啊。所以呢咱们画这个花头的时候，你把这几点找到了，我们这个效果就能够出来啊，这个感觉就是感觉好像是画的时候，或者说画完之后啊，在这个过程中你感觉好像哎呦好像没什么规律，还特别火，其实看似很灵活没规律啊，它都是有规律可以遵循的，就是我刚才给你们说的那些东西，只要你刚才认真听讲，你基本上都能够找到。其实啊，咱这边不妨再加上一层，加一层，你看对吧？好，对，老师这个纸很阴，我用的水也很大，所以说这个花瓣之间的感觉它是一个非常的自然的过渡跟融合，不是那种很匠气的一个画法啊。我呢也不希望大家来咱们大鹏学那种东西，咱大鹏不会教大家那种东西，但是你们需要老师也可以教，对不对啊？平时我们正式课有回放可以看，课下呢我们也有群可以交流，你们有什么需求可以找我们的老师，是不是？老师呢都会尽力的去帮助大家。但是什么是正确的，什么是好的，什么是真正有艺术格调的，老师一定会非常严谨的跟大家说清楚，但是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，对不对？你们喜欢什么老师也都会满足。来，下边这个小花头我们就是比较占太青蓝，你看啊，我开始在这个地方一笔两笔三笔，你看啊，我先画这么一个就有点类似于三笔一个小桃心这么一个感觉，看到没有？我先给它画出来啊，你看我手很大，我一笔抬一压一抬都有飞溅的这个小小墨滴，对吧？你不用纠结这个东西，没关系，这个写意就是要这么的潇洒跟放松。然后我笔尖开始蘸这个啊稍微浓一点的一个花青笔尖啊，我在这里边稍微给它加重一点，里边啊加重一点，然后往两边开始甩笔触，那这个地方往上走一笔，这个再往上来上一笔，那还是往里边包，然后这个往下边，哎，搓揉一下，你看我这个小花
是不是慢慢也出来了？但是这个花跟它比，可是哎呦，小巫见大巫，两个不一样，对吧？一比，从外向里抬起来啊，压下去，抬起来。哎，我给它找到，你看这个小花筒，我也给它画出来了。来，同学们，我把镜头稍微近一点，让大家看清楚。你看啊，咱离近看，我离近看啊，同学们，你们跟着我的镜头一起。咱离近看，你看这里边它有什么吗？好像也没什么。但是这种碗状的结构，这种呢里边比较的深邃。你看，拿这个花青，我给它压下去，对吧？这种感觉呢有层次感，外边呢感觉浅淡的感觉，我要给它体现出来，这个就够了啊，这个就够了，明白了吧？好，那我先给它画到这个程度啊，然后我们往里边呢去加珠标色，我加一个珠标色啊。加珠标色干嘛呢？我把那个小花房给它点一点，对吧？就是所谓的雌蕊的地方。来，挤点珠标。啊，我们要先把这个花头给它画到位，然后大家看效果，看效果啊。这个呢，乍一看感觉非常的水润，非常的潇洒跟概括，感觉不好捕捉的这么一个花头，我们要靠花蕊点出来，这个效果就会再增添一分，啊。来，我们笔尖去调这个珠标，然后呢，稍微的浓稠一点，稍微浓稠一点啊。咱看这个最大的在哪儿点？就在这儿点，在这儿点啊。你看我们这个碗状啊，这个弧度是在这儿呢，看到没有啊？下边呢是这个侧边，侧边啊。我现在不方便在上面直接给你画，要不然这个画就坏了，对不对？但是你想象一下，回忆一下，一开始我苦口婆心的在 PPT 的那个阶段。给大家去分析演示的那个碗状结构，你感受一下啊，在这儿点上那么两三笔啊，你把这个小花朵给它点一下，对吧？这里边这儿小一点，露了一点出来，露了一点出来啊。好，这是咱们的这么一个花心里边这个花蕊的位置，那周围有一圈啊，这个雄蕊，对不对？我们也要给它画出来。这个雄蕊呢，我们用藤黄加太白的一个颜色啊，给它去勾出来啊。我们要用一支细笔啊，小笔，来，我挤点这个藤黄跟太白加一块啊，然后我们用一个小红毛啊去画它就可以了。咱把毛笔涮一下啊，涮一下。你看牡丹花也好，还是荷花，对吧？啊，还是其他的。画法有很多，有大写意的、小写意的、监工代写的。牡丹花咱还可以用墨线勾，然后呢填点颜色，一个白牡丹就能够出来，再加点太白染一染也可以啊。画在一种啊浅仿古色的宣纸上，啊效果会非常好。同学们，你们有兴趣的话，平时也可以试一试，也可以试一下啊。体验课我们可能就只在这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。啊，给大家呢去展示老师的范画，这么一个风格跟技法。太白跟藤黄，你可以调的稍微浓稠一点，还要浓稠一点啊。然后呢，我们勾勒啊，勾勒啊，你看我们这一圈围绕着它去给它勾，怎么勾呢？从下往上虚起实收，你轻轻下笔，然后收笔的时候顿下去。把毛笔按下去，看这儿啊，一笔，看到没有？来，再来，两笔，三笔，四笔，五笔，六笔，七笔，八笔。哎呀，哎呦，老师啊，你看，勾着勾着，你开始要注意一点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你要注意到它的一个长短疏密。长短疏密啊，这个用笔啊，有同学老师，哎呦，我感觉你画的挺快，而且一笔就出来效果了。那老师，为什么我一画出来这个花蕊的这个形都不像样啊，没形了？你这个颜色啊，可能一是调的太稀了，水太多了啊，颜色呢太淡了，不够。第二个呢，你这个用笔呀，可能有点太犹豫了。是吧？不敢下笔，然后呢，犹犹豫豫的，然后一下笔之后呢，还不敢抬起来，
你看啊，老师压下去，马上给他抬起来，没有丝毫犹豫，看到没有？所以这个花蕊的感觉就能够给它体现出来。而且呢，你画的时候啊，同学们注意一点啊，你要有这种长短这种变化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我们画这个花蕊啊，你要注意到它也是跟这个花头一样的，就是它有这种参差不齐的一个感觉。如果我要是打一个小圈儿，把温岚库给它找出来的话，它就有这种感觉出来，明白了吧？你看啊，咱把花蕊一夹，哎呦，这种啊碗状的中心把它包裹起来，这种感觉就能够出来。你看这个牡丹花的花头多漂亮，是吧？啊，多带劲！同学们，你们想不想学这种？同学们，可能现在咱还无法做到一听就会，一画就成啊，这样的一个程度可能还无法做到，因为这个需要我们很深的基本功去支撑它，才能够把控的好啊。我们可能画着画着，这一片都阴成一片了，这个很正常啊。同学们，我们毕竟是初学者，毕竟是小白同学啊，我们来听，哎，我能听懂就不错。想把它画好，咱得慢慢的啊，踏踏实实的。啊，静下心来去学才可以。你看啊，咱们下边这个小花蕊也是一样，是吧？哎，里边这个稍微细一点儿，是吧？但是同学们啊，也要明白这一点，就是说我们想学，什么时候学都不算晚，是吧？什么时候学都可以，都可以啊。你看这个明显要比它，要稍微的收敛很多，因为它才包在里边，哎。还没有完全的开出来，给它挣脱出来，是吧？这个呢就开起来了，然后它就会比较的分散啊，比较的舒展这个姿态。所以像这种感觉呢，也要注意到啊，你不能说我下边这个小的一个小花头，我也画了跟它似的，哎，开的特别的放肆，是吧？这个不行，这人家长大成人了，她呢还是一个小姑娘，对不对？所以大家也是一样啊，咱现在画出来这个感觉啊，特别拘谨，或者说特别的不满足、不满意，是吧？效果一点都不好啊，很正常。你呀，现在就应该啊，笃定一个信心，是吧？笃定一个决心，哎，我要给他有一天我画的要比三十老师是吧？要比大胖老师还要好，这个完全大家都可以做得到的啊，因为我们老师也跟当年跟同学们一样。啊，咱就是小白嘛，啊，一路走过来画过来，是吧？行，那我们把花头给它画出来，咱看一下这个远观的效果啊和感觉啊。好，你看啊，咱们画面中一大一小，是吧？来，咱看一个完整的啊，比较的全面的一个画。你看这两个画完了，对吧？好，那往下边咱们干嘛呢？啊，还要做一个事情，我们需要画这个叶子了，画叶子了。这个叶子啊，我们画的时候，同学们，你就记住我刚开始在我们讲 PPT 时候啊，有同学来听体验课啊，你包括我们正式课的同学啊，听咱们老师讲课啊，在前面讲理论的时候，一点耐心都没有，就特别不愿意听啊，就想看老师画。记住了，要学习，咱们要踏踏实实的，而且理论跟技法都要学习，都要兼顾好。内外兼修，你这个画画的道路才能够走得顺畅，啊，才能够走得远，明白了吧？所以啊，咱要有足够的耐心去学习啊。那我们现在呢，没耐心很正常，但是你学了我们的国画，你一定会有耐心的。国画这个东西啊，为什么你们会发啊？你们会发现啊，为什么有的一些画家他很长寿，对吧？就是因为画国画、学国画能磨练人的心性，让人能够沉淀下来。啊，让我们年轻人能够更加的沉稳起来，整个人的气质都不一样，是吧？来，往下边加叶子啊，加叶子我们用一个大的毛笔，啊，大白云就可以了啊。然后呢，调绿色，老师已经调出来一个绿色了，就是花青跟藤黄调出来的啊。你看藤黄过来，嫩一点啊，加点花青就变得比较的蓝，比较的稳重一些。好，我调出来一个绿色，这个还不行。干嘛呢？我笔尖稍稍的蘸点花青，我在这个花头的下边，由外向里，在这个地方，你看我怎么行笔啊？压下去，抬起来，这个地方呢，压下去，抬起来，下边，
好，这几笔感觉很细碎，而且非常的是吧？活泼这么一个姿态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我们这个萼片，或者说它的一个小叶、小嫩叶，对吧？你看这儿一笔、两笔、三笔，啊，好，然后往下边我们开始画，画什么呢？你笔尖加点花青，加点花青啊！我在这个地方来一笔，从外向里。压下去，抬起来，压下去，抬起来，这个地方，压下去，抬起来，压下去，抬起来，啊，两三笔，这儿再稍微加点藤黄，嫩一点，让它嫩一点啊，别太这个绿了，别太深了啊，补上一笔，你看啊，这种感觉它就会慢慢的出来这种所谓的三叉九点的一个感觉。这个地方，看到没有？然后我不能一直重复啊，一直重复这么一个调色的感觉。我开始往里边加点这个墨，拿墨啊，笔尖加点墨。然后呢，我开始从上往下，从下往上，灵活的运用我这个毛笔的方向。记住，三叉九鼎叶子都是比较的圆钝一点的。你看这个地方，回过来。看到没有？然后这边低一点啊，低一点儿，哎，出来，然后开始往上边走，我给它接上去啊，接上去，一，二，都是黑一点的啊。好，这个颜色比刚才这几个，是不是大家感觉稍微的浓重一点，对吧？稍微的重一点，黑一点了。好，咱要的就是这个东西，就是这个感觉啊。好了，那我们把一些小细节给它稍微的调整一下，但是里边还是有这个缝隙的，有这个留白的啊，这个透气。然后开始往里边加点这个三青也好，加点这个赭石也可以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开始往里边加点浅色，我给它调和一下，让它显得呢比较的浅一点，浅一点啊。来，你看我在这个地方开始。看到没有？浅一点啊，我开始把它补上去。那我把这个花头给它修饰出来。看到没有？哎，这个东西啊，非常非常的重要啊。这个小花头、小叶子，给它找找。然后下边，你看啊，下边我开始用一个浅一点的颜色啊，有点偏蓝，我可能往里边加点这个太青蓝都行啊，三青也可以。你看下边。看到没有？哎，总是在摆这种啊小心形，就是我在找那种三叉九鼎的一个感觉，一个感觉。好，这是我们上边那这个大花头压着这一组一簇，对吧？我们这个叶子这么一组合好了，往下边这个小花头下边还有呢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个小花头怎么去画啊？还是笔尖调点这个花青。啊，调点花青，我开始来一个重色给它过来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这个叶子的造型就起来了，而且姿态也就出来了，特别的好看跟漂亮。但是我不满足，我要开始找一些浅淡的叶子，我往里边加点这个赭石色，先是绿色啊，往里边调点赭石色。调呢，别调开了啊，千万不要调开了，这个颜色会变得有点这个发黄、发褶，什么意思呢？你看往下边去加，下边啊，一、二，哎，这个叶子的层次感出来了吧？出来了吧？好，出来了，这就是浓淡啊，深浅层次感的对比。这还不够啊，我开始再去加，笔尖调点这个墨。啊，就蘸一下，微调一下，你别给它和调开了，调开了。本来颜色有层次感，但是你调完之后调了特别的久时间啊，它这个层次感就没了，那就没了啊。好，但是我们这个叶子的一个用笔啊，也不是永远都是啊，从外向里，从里向外也行。你看，
对吧？好，慢慢的笔尖加点墨啊，再重一点啊，下边这个可能要稍微的深一点，但是呢，它们之间有一个地方能够连在一块去啊，连到一块去，笔尖再调点这个花青或太青蓝啊，调一个蓝点的一个叶子啊。这个叶子我不建议大家，就是颜色变化特别多，就是这个黑的很黑，蓝的很蓝，橙这个灰的挺灰的啊，你不要这样，这个感觉就不像是长在一块儿去的了，对吧？注意，画的画注意一个字儿啊，一个词儿就是参差不齐，参差不齐啊，一定要注意的。来给大家画出来，然后这边还有，但是我先不画了，为什么呢？再往下画，可能有同学开始啊，哎呦，听不懂了，听不明白了。我现在可以穿只眼镜啊，穿只眼镜，你看这里边这个，从这边过来的，对吧？哎，咱过来，然后上去啊，这是这个过来穿过去，这个地方穿过来，不用跟他交代的非常明确啊。还有一点注意，咱这个小细嫩的一个小枝茎啊，我们用这个赭石色笔尖加点去画，你看这个地方有点弧度过来啊，有点弧度，有点弧度过来啊，你有一些小叶，哎，你可以再给它补充一下。加过来，看到没有？好，这是我们的一个重点注意的地方啊。嫩的我们加点赭石笔尖儿啊，一般的中间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叶子的一个颜色。那你再往下怎么办呢？用墨，用墨啊，用墨去给它画，加上去，往下边，墨线啊，墨线给它勾勒出来啊。这边还有，来，咱把这个地方先给它画过来啊，你看。注意用笔，注意你的用笔，用笔就是中锋型笔，转侧锋。然后这个地方有一支出来，下边开始沾赭石，啊，沾赭石开始往上面走，变得可能有点嫩了，对吧？开始嫩了，啊，变嫩一些了。所以嫩枝用什么？啊，中间的用什么，下边的咱们用什么颜色，一定要注意啊！这是有一个由墨到这个青绿，然后再到这个赭石色这么一个过渡的感觉，这边也有，对吧？出来，好，我这么一加，先把枝给它穿出来。同学们，你们可能这么一看就，哎呀，好多了，对吧？但是我要再把叶子加上去呢。绿色啊，来点这个花青笔尖，你别调开了啊，调色永远不要把它调开了，加叶子，摆造型，摆造型出来啊，开始往里边加点这个藤黄色嫩一点，对吧？你看我加藤黄色嫩一点啊，然后呢加点这个太青蓝或三青都行，偏蓝一点。找这个造型，笔尖加点墨，我要用一个比较重的给它压过来，这个地方啊，给它接过来，你看，接过来，对吧？我把这个一开始画那个小枝干啊，给它挡住了一部分，什么意思呢？我不去把这个枝茎的穿插交代的非常的清晰和明确，写意画根本就不需要这样。啊，你不必这样去做啊！这样做的话，它会特别的显得很拘谨、很呆板。工笔画有的时候尚且也不需要这么做，更何况写意的东西，是吧？好，咱往下边加点墨色啊，把这个往下边稍微的带一带，哎，带一带，加一加。好，这个整体的感觉画完之后呢，我们再去看这边，哎，把叶子给它加上去。然后我们开始勾叶脉，勾叶脉啊，勾叶脉的时候，我建议大家重的叶子，然后黑一点的叶子，你用墨直接勾；那浅一点的叶子，你用什么勾呢？用这个
属红跟赭石调和一下去勾搭它就可以了。你看啊，咱拿这个小红毛或勾线笔都行，这个你用什么勾都可以啊。同学们，你不用特别的去计较这个东西，你什么毛笔，你使得顺手就可以了。大笔呀，画大的地方，小笔画小的地方，勾叶脉，注意一点，注意用笔，是吧？你看，先画中间的，哎，这个往这儿来，看到没有？勾一下啊，就是比较重一点的，哎，你给他用这种啊，写小字一样啊，大小的小，然后呢，我们的稍微浅淡一点的意思，我们用这个赭石多一点，然后呢，曙红来一点就行，你给他勾一下。咱看一下啊，像这种感觉啊，不是说一节课两节课，你刚听的，你光跟着听是吧？感觉听懂了，哎，我就代表我会画了，不，这个不是，你还得练，对吧？你看，你就包括这个用笔，是吧？它就不是说我一下两下练几次就能够画出来的，啊，也不是说我们，这个自己画那么十几张画就感觉就能够成的，不是这样的啊。你从外向里，从里向外，怎么勾你都得用这个勾勒的一个手法。什么叫勾呢？就是你平滑的去给它划这个线，对吧？什么叫勒呢？压下去，给它画出来这个线，是吧？所以你看这个用笔，你看，基本上都是有这种虚实的一个变化的，啊，虚实变化的，你看。勾一下，好。简单勾完叶脉之后，你要去啊点这个小芽儿，对不对？你说小花苞也行啊。来，咱用这个颜色啊，竹标跟赭石啊，稍微加点这个曙红也行啊，简单一点，直接点曙红也可以，是吧？来，点一下啊，注意大小，大一点。这边再补上一个，待会儿啊，因为这两个看了就太傻乎乎的了，是吧？你要再补上一个，补上一个啊，穿过来，小一点，把毛笔压下去啊，得把毛笔压下去。然后呢，最后啊，最后你别忘了，最后你别忘了这个。啊，小枝茎上的这种小斑点，是吧？小疙瘩，拿墨给它点出来。一般在老干上可能会多一些，对吧？小嫩枝上你不要点了啊，在老干上可能会多一些，就是下边这个墨色的这个点上，可能会有一点。好，这是我们下边啊，下边这个花的部分。那上边是不是还有一个小蝴蝶嘞？对不对？咱也不能忘了，咱也不能忘了啊！而且花花不是蓝色的吗？就像我们上节课有同学问说："老师，哎呦，这个宇宙飞船，是不是要比这个人物再大一些呀？对吧？"其实大家学习国画，你别说学习国画了啊，除非你说你画那种很写实的东西，它可能你需要讲究这么一个很客观的一个东西。但是国画来说的话就不需要，上节课那个飞船，真实的飞船它就比人啊，它大不了多少，其实是那个飞船，对吧？有同学，如果你们看新闻的话，会发现啊，那个神舟的飞船啊，落下来的时候，其实就跟你的这个，就跟老师这个直播间也大不了多少，其实就很小，一个人在里边躺着，对吧？所以大家呢，有的时候还要多去啊，怎么说呢，是吧？
多去思考一些东西，你们就不会觉得特别的别扭了，等等的啊，些东西。哎，咱把下边啊，蝴蝶怎么去画？我离它远一点，留点距离出来，啊，留出来一点距离，先画翅膀，时起虚收，时起虚收在这儿，一、二、三，然后呢，中间稍微给它衔接一下，哎，你给它画一下，这个下边是啊，虚一点的，你看，虚一点的，看到没有？聚一点的啊，我近一点，我近一点啊，因为我们这个远处看整体位置，我找到了，下边这个就好说了。我先画一侧，你看啊，下边这个过来，直接给它涂黑，看到没有？直接给它涂黑，上边呢留出来一点点的留白，然后我的毛笔的笔尖啊，调尖一点，下来勾过来，在这儿啊，顿下去一点。出来这么一个造型，然后蝴蝶它不能只有一侧呀，对吧？上边呢还有一侧，过来，啊，这个是一个虚界的感觉，你别把它画得很实，你把这个头、胸、躯干给它画出来，来这儿，三角，身体，对吧？给它画出来。然后你现在这个大毛笔，你觉得你用的不是特别的自信，对吧？不是特别娴熟的话，你就用这个小笔去勾。我勾什么呢？勾这个触角，勾触角啊，压下去，抬起来。哎，你给它勾，然后这个小嘴儿，哎，过来，打个小圈儿，打个小圈儿，给它画一下啊。然后我们这个对足啊，你看，用笔。要果敢，然后呢，有力量一些，有力量一些啊，你别给它勾的软绵绵的。勾完之后，这个剩下的就好说了，好说什么呢？你把这个小翅膀啊往下边稍微扫一扫，用这个干笔的啊散开的一个笔尖，扫一扫啊，扫一扫，然后我们开始在上面去加颜色，加这个颜色啊，很多时候就是三青三绿这样的颜色。咱看一下啊，挤点这个三青过来，三青过来啊，然后再挤点三绿出来。老师，你能把花心再画一下吧？其实我跟大家说，我画3遍、10遍，同学们，你相信大潘老师啊，相信三十老师，你现在依然画不出来。我们现在就是听懂了，听明白了，哎，原来这个花是这么画的，对不对？就可以了，因为体验课的时间确实，我们比不了这个正式课，正式课可能要上这个2个小时，对不对？咱体验课就一个小时的时间，来往下边啊。所以大家真的想看得很完整的话，我们不如从我们的正式课开始慢慢的学，啊，还是从上往下时起虚收，给它稍微的画一下。下边这个呢，从上往下虚起实收，给它勾一勾。然后我们再用这个三绿色，我再给它稍微的少一点，来一层。稍微点，来一层。中间这个呢，我们用这个藤黄啊，加一点这个赭石，调和一下这个颜色啊。我给它稍微的涂一下，哎，涂一下，也是给它留点空白啊。你别给它涂的特别的。多啊，靠近身体这一端，我给它留一点出来。好，重点来了，重点来了，我们这个时候需要用一个啊非常浅的一个颜色，就是这个藤黄跟太白调和的这个地方，这个颜色啊，我们需要用它点上这个点儿，在我们的这个蝴蝶的翅膀上，点上这个最点睛之笔的这么一个小斑纹。从上往下啊，勾上一下，哎，勾上一点花纹，勾上一点花纹啊，然后你把这个。
眼睛、身体，都有点像花纹出来。好，这个蝴蝶效果就出来了，看到没有？你像这种头身比例啊，或之类的啊，你也不必画得很写实。他说啊，我一定要在现实中找到这么一个蝴蝶，没这个必要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的生物学家们，是吧？他也有很多很多的品种还没有发掘出来呢，他也没有发现。你看啊，咱这个蝴蝶，是吧？靠近我们的这个花啊，留点距离出来，然后呢，从上往下过来是一个 C 字形的构图。来，我最后再落个款，同学们啊，你们再看一下，这个落款不要特别的大啊，咱写小一点。然后呢，我们写完之后啊，离这个地方稍微远一点，稍微有留点距离，留点啊。所以说字儿啊，不要写特别大，上下呢留点位置。